時候就已經係跟一位金山寺嘅老和尚練習氣功，十歲嘅時候已經有30年功力㗎啦，啊學動靜氣功嘅。咁佢而家表演咧就係用靜氣功，靜氣功咧即係佢而家運氣，你每日企喺度咧就唔同我哋講嘢，唔係咁解喎。佢係運氣，因為氣功係講靜氣功嘅時候要內邊嘅調適得好好地，然之後集中曬嗰、那個、那個氣門咧喺曬個掌嗰度。唔同我頭先講，唔同我頭先。依家佢咧就只用個掌咧一掃咧就得㗎啦，嚇可以開始嚇。嗱，而家佢咧就係運用佢嘅氣功調氣嘅時候。咁一間真係，因為我之前咧就睇過佢表演，即係佢練習嘅時候咧，佢用個掌真係冇掂過指南針。亦都我向各位觀眾講咧，就我100%，我人格保證，佢嘅手掌上面冇任何瓷粉啊！佢啱洗完手嘅，冇任何嘢。佢呢個係純粹即係介紹中國嘅氣功嘅，仲要俾大家即係開下眼界。咁佢咧擔心緊咧，究竟電視錄影室裏邊啊咁多燈光同埋咁多器械喺度，會唔會影響佢呢種法器咧？咁佢話即係盡力而為啊！咁啊，希望呢次佢能夠成功。嗱，經過咗3周嘅運氣之後，佢一得噶啦，睇住咯嚇！大家睇住，可能通過熒光幕咧，佢會見到咧。嗱，見唔見啊？指南針喐嘅，係完全冇兜過，冇喺冇喐過嗰個指南針嘅面啊，都可以啊！嗱，繼續喐，哇，喐成20多-30度添，好嘢！嗱，呢個中國氣功嗰種咁嘅神奇咧，就真係好嘢！謝啊！嗱，而家個擺一離開咧，佢即刻將擺翻呢度啦，係咪啊？個籃喺呢邊啊，即刻擺翻啦，真犀利！